起了吗？蚊子也多、为什么要跟你，为什么要答应跟老板一起去旅行呢？这么多蚊子怎么办？等一下晚上到了，蚊子会越来越多的，我得去想点办法。我也没有升起来，老板，接下来呢，我要使用一个最原始的办法，叫做钻木取火。拜托您稍微的忍耐一下。张嘴，我来喂你喝下水。
我顺便去劈了一些柴火，捡了一些树枝。等一下进入夜晚的话，肯定会特别的冷，还等一下火灭了，所以说弄了很多的柴火。起来了，现在都没有发烧了，看来应该是降温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可能要睡在一起了。没有想到，第一天居然和老板一起睡，谢谢31231的魔法书，大吉。没想到第一天居然和老板一起睡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要和你睡在一起。
Thank you.
点吃吧，想要补充一点糖分。现在有没有觉得放松多了呢？没有刚才那么难受了吧？伤也退下来了，看起来应该舒服了不少。那再帮您清洗一下您的伤口。
清洗一下总是会更舒服的。你看，香香的。
是我生活的清洗干净。应该要舒服多了吧？你看起来比刚才的气色要好多了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帮你按摩一下，放松一下，这样你才能乖乖的睡觉觉。睡着了，我想明天应该会找到人来救我们的。虽然说今天和老板娘落荒岛，不过也是很特别的体验吧。你看，天上的星星这么好看，老板，此时此刻也要好好的欣赏一下吧。谢谢小刘的超标奖，大气大气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
多了吗？是不是你刚才更加的舒服？马上就要等到救援了，你再享受一下最后的放松。
了，要进入下一个放松的环节了。可是大家准备要睡觉的时候，接下来要认真睡觉了哟，不可以乱动了哟。怎么不听话吗？这么不听话的吗？想睡觉不睡觉，小坏蛋，快快快的睡觉。关注一下左上角的微博哟，关注微博，关注微博。
喜欢你的技能没有 CD 的样子。坚持一下，老公，可以再坚持一下吗？可以吧？不是，口口声声说爱我吧，爱可以表现给我看吗？你的爱，坚持。你是见爱还是见我呢？除了我都爱，对吧？累了的话，我们躺下来也行的。累了的话，躺下来也可以哦。这样躺着，是不是舒服多了呢？
少了。